我的脚在流血了，但是爷爷不穿在里面。好啦，今天是弟弟的抓周，所以我们现在在 set up 弟弟的整个东西呢。弟弟在，弟弟 ，Are you ready？ 那弟弟 ，Are you ready？ 这是鸡蛋，要这摆这个还是摆这里？这样子嘞，要放给吧，应该拿到吧。 弟弟，today's your birthday。来周岁一定要有这个面，那这面就有一周岁啊，前程似锦啊，平安啊，就全部丢进去的。 流血，我的脚在流血了。你现在选一下，觉得弟弟会选什么？鸡腿、元宝，还有包。基本上呢，来以我对他的了解呢，他又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小孩，他选的东西他，我相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毕竟他是有想法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个跟这个。什么？ 你干啦，小朋友你怎么知道他会选什么嘞？像你是选鼠，我点到什么？鼠，还有龙柱木，元宝吧，元宝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在个别选三样你会选的东西。介绍一下 ，Tristan， 他从1月到12月的变化，哇，很快耶。这是一剪完头发就马上拍了，脱好头套了。嗯，这个是他刚出生。 这次我觉得还比较像你弟啦，你看这个时候开始可爱了，无限循环在整形的路上努力。你看是有改变了，你看这边它的头是宽宽的，平的。你看这边是剪鸟，然后圆鸟。至少可能它以后头型比较漂亮了，不知道。至少不会跟我们讲，这么你们没有顾一下我的外观。刚刚大家都在的，但是呢，弟弟睡觉。弟弟来了。弟弟。 你看他懂哦，我的妈妈要做包弟弟这些东西，他不给耶。请问有什么要讲 ？What do you want to say？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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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来天门宝宝啊，我付哈，我看到吗？会找我的哈，三只手，生活富裕，耶、yeah, yeah. ！你们觉得他会抓到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这个图五秒，你们从里面选留言好不好？一二三 ，OK， 好。耶、yeah, ！我们 La Prina 已经正式入住奥特法门系啦。我们先来初级，有没有再加上？平时我来奥珀呢，就是买一些孩子用的东西，像是药啊、supplement 这些。但是现在呢，只需要你们来到奥珀 Pharmacy， 就已经可以买到我们的拉菲成品啦。这边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呢，我们上架的有我们的拉菲卫生棉、日用、夜用、加长护垫，还有我们的新品。安心裤360度包覆着你的小屁屁，非常的安心，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到奥普方面去购买拉菲产品啦。贝贝，换新衣，新气象。来，哥哥，哇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弟弟 ，OK， 给弟弟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。这个惨了，不要戴。老婆要来了，听话一点，是不是要娶新娘的衣服？喂 ，first， 爸爸爸爸 ，OK， 这个好了，弟弟，来 ，OK， 好了 ，together， 宝宝财富滚滚来，再和手而抢，同样过，耶 ，OK， 过啊，这样啊。啊 ，OK， 给 ，OK， 个 ，OK，One two three， 一敲智慧打开，二敲吉地登科，三敲财运兴旺，耶、yeah. yeah. ！
他写我向爸爸妈妈保证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听话，一定要孝顺爸爸妈妈，挣钱给爸爸妈妈，买房给爸爸妈妈买包，绝 OK 来，绝不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来，这个最后一句要了，其他不用紧。来 ，OK， 弟弟 ，Ready， Stop， Stop。喜乐、知足、常乐、脚踏实地、幸福一生。耶、yeah ！哇，弟弟，你的手印哎。是寿面长。啊！慢，好了。对，封在封口。这个是十八籍贯，就是他成人的时候可以开始的。金榜题名、状元酒，就是他高考的时候要开的。结连理，就是结婚的时候开启的。来，弟弟可以抓了。啊，弟弟是，哇，你，什么的衣服开掉，真性感。好巧，好巧，好巧。哦，没错，有点轻。不是爷爷，爷爷不算在里面。爷爷不是你的抓周。学到了。Thank you。看到我，不会哈，不会这样，不会抢劫。哦，记住了，哇 ！OK， one more， 弟弟 one more。五十不算了 ，bro。You see so many. Get one. Take one. Get one. Which one you want? 不是，爷爷不算在里面。哦，拿了。哪一个？弟弟出算，弟弟出算。你要把我家踩到死。别，弟弟爷爷不算，弟弟。还剩两个。啊，抓周的目的就是要看可以预测他以后会做什么行业啦。但是我觉得真正来讲，我跟人家其实并不介意他做什么行业啦，他只是一个仪式感。他现在是老大哎、啊。看他拿到哪一个，最后你这一个给他。OK， 拿到第二个了。我们两个要谈恋爱哈。就一下，弟弟。要拿很久才算，没有不算。看他有没有兴趣了，也对了，还会有兴趣才可以。这个 OK。读书人呐、啊、，OK， 结束。他选到的是这三个元宝，还有那个墨，他拿走好了。元宝，还有那个墨。化妆师、造型师、模特儿，他会做这三个行业 ，OK。元宝的话就是银行家、企业家、慈善家，也一点关联都没有。还有刚刚那个墨，文学家、创意工作者。OK 啦，啊，做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开心最重要。对，好了，我们今天抓周一次就这样。OK， 拜拜。